谢了，谢了，父老乡亲。 鬼正吟，苻坚长号兮，孰为卧龙？ 今儿早上那个张俭来谢过恩呢，我看他举止沉稳，应对很有条理，听说他还是个大孝子，翁师傅。 这个状元，你选的不错呀。这全是太后和皇上圣明烛照，微臣怎敢贪天之功，据为己有啊？你没有贪功，要不是你顶徐师傅那一下子，让他那个学生上来的话，哼，那还不知道上来的是什么人呢。皇上，你说是吗？啊，秦爸爸说的是。微臣正要就此事。 向太后谢罪，你做的对，做的好，谢什么罪呀？什么叫宫中替国呀？你翁师傅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宫中替国嘛。可你翁师傅有的事情就做的不怎么样了。海防军早就停了，你还揪住不放，纠集了那么多人。 又是鼓噪，又是上折子，皇上早就把折子留中不发了，你还是不甘心，非要严办李鸿章。李鸿章到底爱你们什么了？他容易吗？北洋水师的情况到底怎么样？我心里总不踏实。我想。 咱娘俩是不是什么时候去北洋看看，让李鸿章心里也高兴高兴啊？亲爸爸这话说得儿臣心里去了。康乾盛世，圣祖高宗，或是御驾亲征，或是多次南巡，才有了开疆辟土、国事强盛。儿臣正欲效法祖先。 在兵事上亲力亲为，才不辱没爱新觉罗氏的荣光啊！儿臣，皇上说得好。不过亲力兵事毕竟是件大事，该怎么做，你让我再琢磨琢磨吧。听着，这事儿太后吩咐了，千万。皇上，你已经两个月没去皇后宫里了，若是又去斟酌，奴才，哎呀，朕睡觉的事儿也要你管吗？皇上息怒，这事儿本不该奴才管，可是太后过问了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好。 朕今天不去了，朕今天哪儿都不去了，朕今天就在这儿歇了。这下你该高兴了吧？我。